苏完正，够。有人说蔬菜很简单，对啊，因为蔬菜是一个共鸣，应该也是蛮简单的。只要共鸣对，应该都蛮简单的吧？呀，试试看。地关怎么洗技能啊？那我洗个技能好了，不然等下冲太快，哦，要死掉了，洗不了技能喽。相对来讲，树丸真的好像就没那么好打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队也是解双成就，有三个上种族，然后全部都是水属性的。第二关，一口就带走了，来来要第三关。三藏要吃屎，真假的？哇，有燃烧！好，哦，天降水珠！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啊，这有点尴尬哎。哦。大哥，我差点死掉了。哦，好险好险 ！OK OK， 第二阶段不能消火，不能消火珠。哎，是不是我们的这只雪女派上用场啦？然后直接来转，应该就可以过了。哦，太好了！哇，好险，来到第四关了。能力继承，这边开着就好了。可以用黑水眼吗？我抽不到啊，大哥。黑水眼，有的人都很油。嗯，我本身是一个平民玩家。三藏带光不死合体要超过2万，对啊，除非你有2万吧。可是应该可以吗？我觉得三藏的血量都没有超过2万过哎。这是可以造成直伤啊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哎，那直接破防，太好了，不用什么。哎，不对啊，他不是隐身盾啊，在干嘛？抱歉，错误示范，不要开，完全没有用。现在把你的那个给用住了，很糟糕。我看到你做了什么，可恶！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啊，大家当个朋友。全军上气。可恶！就这样，一定要这样对我，好。不不不不，好，就这样过了。错误示范，应该也可以过吧？错误示范也通关给你看。放光黯然合体，哎，真的哎。等下可能可以试一下三藏哦，我好久好久好久没用三藏，对不对？超级久的。推荐纳奇吗？不推荐啊，因为这次是火属性为主的那个火属性为主的敌人，对，这就有点难，但也是可以啦。你有铁扇的话，我就推荐纳奇了。这边就开一个这个好了。全军上气。好。关，洗个技能应该就要够了。
好，这个时候火转成星好像也可以。看这个，哦，应该先开那个的。好，哦，这应该是直接过了吧？太好了！哎，为什么连那个服饰都是黑白的啦？之前有这样吗？现在连龙科都会变黑白的哦，太痛苦了吧？是 bug 吗？还是这是原厂设定啊？看了影片两年了，哇，老观众哎，谢谢你。够啦！好啦，顺利通关啦！连龙科都黑白，好闹！哎，我这第一次看到哎，是我那个见识浅薄吗？好，哎，其实这一对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打三次就送你登台造型，然后这一对可以解两个成就，也可以临时通关。